球的心跳，给一片土地长满了草，只不过一秒，沙发在客厅炫耀格调，年轻人想要每天谈钞票，没完没了。所有人想要楼价飙多高，上涨速度难预料。听好听好，不管哪里老少，成功不是谁的前途，是要脑袋活了。海啸风暴千万不要忘了，有时候大赚，有时会亏了了。你跳我跳，本钱再小，只要用到高度就在你我怀抱。别跑别跑，跑出光就是你了。这个世界已经迟早一定一定是我们的了。哦，我想要再创造。Hello， 英传，恭喜你结婚了咯。结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还是老样子啊，还是一样，只不过就多了一个身份，叫做人妻。不止这样，你还多了一份幸福了呢。幸福是幸福啦，不过幸福还是需要靠经营来维持的。你也知道啦，七年前刚刚毕业的时候，社会新鲜人嘛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拖了行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。我还记得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租的第一套房子，小房而已哦，要价450令吉，而且还不包水电费，也没有卡帕。当时呢是觉得还蛮无助的，因为就是我连要去哪里还水费电费，要去哪里申请 internet， 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当时是觉得挺不容易的，那个时候我才发现现实跟梦想之间的差距啦。不过为了梦想，我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英传，一切都过去了，都苦尽甘来啦。不过接下来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梦想了，就是希望可以把我老家在槟城的爸爸妈妈接过来 KL 跟我一起住。不过老人家他们就喜欢就是有地脚能着地啊，又可以有空的时间可以种种花花草草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希望可以在吉隆坡这个大都市里面拥有属于自己的 land property。 land property 在吉隆坡很贵哦，所以咯，我现在很认真的在学习房地产投资。那你还想做个脚底按摩吗？就不了，我约了我的好朋友大马房地产教父 Gavin T， 跟他学习，跟他讨教怎么样在吉隆坡拥有属于自己的 dream house。 那好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 OK， 拜拜。但是 three， 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刚结了婚就忘记老朋友啦，对啊。没有啦，女人就是爱自己嘛。结婚过后就要扮玲玲，不要让自己变成黄脸婆。那最近怎么样啦？最近结婚过后有点小烦恼哈，就是父母呢就希望我们俩呢可以拥有属于自己名下的这个 land property， 有地房产。毕竟老人家他们就是喜欢脚踩得到地的那种房子嘛。哦，有地房产，那有没有找到什么地方啊？还在看着，不过还是偏向于就是我们年轻人，就是肯定交通方便咯，有 shopping mall 是最好，然后还有就是靠近工作的地方，可能就是 Taman Desa， 还有或者是 Sri Badali 那一带咯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？要住一个房子，并不一定要自己买的。不用自己买，这样大都是你买给我吗？谢谢。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有一个误解的，房子是可以租的，也可以买的。那我蛮鼓励年轻人去投资的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就是说现在在吉隆坡市区旁的这个有地房产，那就比如说让我介绍你一个这个Property Guru 的一个网站啊，你就可以算得出，就比你是那个啊，贷款100万嘛，哦，4.58%的利息，年利率，你一个月看清楚哦，是要给5666.85元。哇，真的是，你看啊，社会新鲜人一毕业出来的话，那薪水就是那，如果说2500的话，5000块，完全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呐。对啊，但是你知道啊，在这个同样的地方
租金才2000多块，你买了要给5000多块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，我们真正投资来说，住的房子并不一定要自己买。那同样的，拿了一间有地方才，父母很高兴了，对吗？同样的120万，你放在那一个地区的公寓来说，租金大概有5000多块。那想象一下哦，收了这个租金5000多块。然后给了2500块住在你梦想的房子，每一个月还有2500多块的盈余，那不好吗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耶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有地房产的一般上会比较多一些的费用，维修啦，还有一些这个税务各种的费用的，所以你住的话是就这么多2500块。那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10年开始，吉隆坡市区附近的有地房产都是翻倍上涨了，但是呢，那一个地区的公寓现在却属于价格比较低的时候，反而是租金高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在我们投资的话，买的、投资的钱放下去一定是要有回酬的，住的最好是那个时候价格便宜、租金便宜的时候就选择居住那边嘛，对吗？真的很谢谢大多斯瑞的指导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就是我在吉隆坡就租一套有地房产，然后再买一套房子来投资。让我想一想，要怎么样说服我的爸爸妈妈。好，那如果什么需要的话再给我知道哦。好，谢谢。OK。老师，其实最近哦，我对房地产真的越来越有兴趣，我也研究了很多很多项目，全部都看起来很吸引哎，我都很想买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，因为现在我资金也有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买哪一个项目好。我们在上几次已经谈过，就是怎么样选择买你要买又能够让你高速繁殖翻倍，那你知道这一些条件又是什么吗？吉斌老师上次不是说过吗？应该年轻人就应该买低风险的。如果我们要讲投资的话，首先在选房子，我们就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。第一，是的，你一直在讲风险，风险是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必须要关注的。风险就是一个机会，因为所谓危机，有危就有机。那我们投资的是追求什么？我们投资的追求的就是资本的回酬，对吧？在这之间呢，在资本回酬，我们也想有一个好的租金。哦，这两个很多人忽略其中一个，其实这三角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因为一般上租金好的高的资本回酬可能低，那么有一些房子有资本回酬高的风险高，但是租金就低了，这三角关系就是我们一直要研究的。所以你现在要选择的就是你要从哪里开始，因为当你要成长第一桶金或者是第一个项目、第一个投资，对你是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要把你训练成一个成长非常快的一名投资者，那么这一个第一步绝对错不了。吉斌老师，那我就不能依我个人喜好投资咯？第一个投资的项目你会选择什么呢？我会选择中价屋。那么你认为现在这个市场中价屋价钱会涨得最快的吗？我觉得中价屋是有它的市场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太贵它也买不起，如果太便宜它增长空间也不大。好的，中价屋呢，你就有可能有租金风险，在中价屋里面呢，它也是可能会低的，哦，租金是不错的。但是现在如果这个市场，特别是在吉隆坡市区，这个中价屋的价格已经开始有一点上涨了，而且它的量也是有多了，价钱也是有上涨了。那么基本上这个资本回酬它也不错，但是相对性来讲，风险低，租金高，那么资本回酬可能不是你一个要快速成长繁殖的这个选择了。那么如果你要选择安全，租金又租得住，中价屋就是你的选择。现在这个中价屋我们把它归纳算是低风险啦，而且也容易出租啦。但是你不是要拿来做退休，或者是做就买一套房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你要的是在短期里面卖得出，短期里面
上涨得快，是不是？那今天这一个市场，我们看到的是中价屋，虽然说它也是有这个需求，但是它的量也是很大。那么在这短期里面，你要很快的赚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今天我们看到政府做什么？政府把高档公寓、都市公寓、商场都关门了，不可以盖了，对吗？嗯。这个带给你什么讯息？可能这就代表着高档公寓、商场太多了，所以这项目不值得投资。嗯，对。其实基本上政府也看到这个问题，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。2017年市场预测的时候呢，我讲过了，商场至少20%会关店，也就是说不可以做了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风险，这一切所谓政府的 research， 或者是那个什么大专家在讲多坏市场多坏呢，他们只是看到的是一个 general， 一个基本的。但是房地产是以点为主，不要忘记，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人都很笨，总有一个聪明人在这边，我们要的人才就是这个聪明人。房地产也是一样，你还是可以找到高风险群里面的低风险，高风险群里面何处可以赚大钱的一个项目。所以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，也要解决你的投资资金的问题，好吗？哦，现在我的目标就更明确了。听了 Gavin 老师的话，我知道下一步我该看怎样的房地产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带那些房地产给我看了。好。OK， 好。听好听好，不管哪里老少，成功不是谁的钱，都是要脑袋红。